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哈哈哈哈哈！过年了，耶！哎，你们的新年快乐怎么讲？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嗯。Selamat Hari Raya. Selamat Hari Raya. Selamat Hari Raya. Selamat Hari Raya Imlek. 不要了啦，那么长。人家害羞啊。哦。那么大不要了，不好看。那你剪一剪。哎，你不要说没有在录，等一下接我回家，大家都看到他了。没有了，那很尴尬。来，我帮你们拍啊，你们都。好傻不对呀。台湾的班长。干嘛？阿姨要进去看。要换吗？什么？要坐这里吗？你朋友啊？你要去哪呀？你要去哪呀？一直还没有吃不会变瘦，我很确定。吃吧。干嘛这样？吃吧，都吃一条碗。鱼子，没有鱼，但是它的这个比较好，吃包鱼。没香。我这个空调来啊？没啦。我这个。主要是决定就香啊，香可以啊。香好啊。是没啦，可以啊。什么东西？他叫我讲国语。讲国语。那什么？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他是你酒量很好啊，尤其是。
我不能跟你。然后再来，马尼就别来一点。没有，哥哥自己包。为什么？哇！鸡呀！那个有剥好的啦，丽姐。边边的。哇！鸡仔的。哎呀，我等了剥好来呀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哈哈哈哈哈！嗯。新年快乐！快乐！耶！哎，我说你的点阅率会不会变高？那你肯定和我一点一样的，对我想说的是。你跟你男生朋友说，我和你男生朋友三个小伙。哎，你讲一下那个哎，你们的新年快乐怎么讲？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嗯。Selamat Hari Raya. Selamat Hari Raya. Selamat Hari Raya. Selamat Hari Raya Imlek. 不要了啦，那么长。你要不要走？你要什么蛋啊？肉蛋。没有肉了啦。那里，这里啊。鸡蛋还是看见鲜蛋？你电话里已经有蛋了。那是肉嘛？肉。等一下再有肉了，没有啊？给你。哎，马大木，你新班长比较好，那你去外面吃好了呀。去班长好不好？我吃不下去了，你看吧。有他好吗？哎，你滚啊！你也不能这样，他可能听不懂。不是，他新班长真的很好，但是他们工作变比较多。没有。哎，来一个。人家害羞啊！哦。不要了，不好看。你讲啊。Selamat Tahun Baru。Selamat Tahun Baru。哎呦，他怎么一直动？哇！好啦，就没有了。要翻面的，等我翻面啊。我要新的。新自己去挖啦。那有新的？对呀，你们看，哎，他有大便呐。眼睛放好，我给你。好的。等一下。哎，很丑啊！不好看，不用讲了。你拿这样拍你们四个，对呀。
胎好心疯啊！哎，用你的那个胎啊，用你的胎，叫姐姐帮我们弄。有吗？哎，